的来推动，因为何总监这十几年亲眼看到的，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，而且非常有领导力。他跟师友之间几乎是默契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他今年所选的行政干部，也是这十几年的哦，我们狮子会的佼佼者。所以在这么强大的来接下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们的何总监，他的度量，他的大爱，真的是看得到的。包括今天很开心照相，他也说总监，你每次他提议，他就说总监希望念给你来一起照相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总监跟总监之间一定要爱，一定要真心的互相扶持。那我在这里呼吁，我们2023今年度，我们一整年可以立的汗马功劳，我希望在我卸任后，这一条龙绝对不能断，因为每一个总监都有他要肩负的力量，不是只有李春季就最厉害的，罗马不是一天。那第一湾区今天在这么多，有请谈过，今天在这我们的复活界这些干部，说真的，领导者在这两年来所说的，包括一些理事，理事在1920年在后面所背负的，我们看得到。另外在这里我要缅怀一个人，也就是创期总监吴英宏。